我们又要出发了。宝贝，抽帮烧鸡要不要来一只？这还算有点我们盘锦特色。108呀，这个。嗯。朋友们好，我是蜜蜂。他是宋强。我是。你都傻了。我也是蜜蜂。我俩今天起得特别早啊，都头没梳脸没洗的。今天我们就要回老三队啦，很开心啊。但是我们这个坐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，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盘山的这个高铁站。正常的是从辽宁盘锦有直达我们吉林白山的大客，但是对于我俩的时间来说是不够用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嘛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转车，早上起来先上镇上去，从镇上打车到盘山，从盘山坐高铁再去那个长春，从长春再那个坐我们跑线车，跑线车就是出租车啊，拼车的那种出租车，拼人的那个出租车，再上我们有他就可以直接给我送到那个临江老三队，每个人是后座100块，前座130，你这价格说的还挺详细，因为我比较了解啊，我常坐这个出租车，现在在等那个高铁，来早了，你要捧人的。朋友们，我们到长春了，看不出来，看这个哈气。我们下了高铁，然后又坐着这个市里的网约车，又倒到我们临江的出租车上，然后才能回家。就是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，真的是特别不方便回趟家，就来回的倒车。像我们俩现在就行李少还行，平常就是我自己走的时候，没有宋强跟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拎大行李小包裹的真的是拎不动。我们现在上车，上了那个高速还得3个多小时才能到家。不算了吧，我拎葡萄和奶吧，先奶给我，先给我，不用给我拎着吧，你拎那个，从那个门出。朋友们，我们俩坐这个跑线车，因为我早上起太早了，没落着，就是给家里买点东西，能放下吗？不行，放脚底下吧。放这牛奶能放进去不？牛奶呢？等水果拎着吧。这个也放脚底下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回家长春到白山中途的一个小县城里。你得往后拉一拉。啊，不用。是放你脚底下，放我脚底下。放我脚底下。要让我空手不拉脚过去，我都不得劲。咱俩昨天给大袜的话，去那个水产那边多买点吧。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起得太早，来回倒车什么的，中途没有时间去买东西。然后我说到家之后，明天那个消停点、稳当点之后，上我们市里看家里头缺点啥、买点啥嘛。他非得不干，他说空手不行，空手不舒服。我们现在继续赶路了。